高兴。那个，拜托，拜托，也救救我们吧！我绝不再轻举妄动，也不再乱插嘴。我已经在反省了，是真的。还待在那边听那样的家伙胡说干什么？快点过来，扶我一把。拜托，拜托，救救我！出来，有入侵者！以为这里是哪个家伙？跑走了！父亲！臭小子，混账东西！抛弃父亲还睡得着觉？父亲，我错了，我错。父亲，我们回村庄吧。我都快忘记碧缇的脸了，好想他。父亲，拜托。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勇敢药水多贵吧？幸亏待在这里，至少还能免费喝到混合杂质的药水。休想回去，我生你养你，你要好好报答我。哎呦，这个自私的老人家，都不觉得你儿子很可怜吗？他的未婚妻不也病死了？所以拜托回去吧。这是哪？我这嘴又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偷什么？碧缇死了？哇！现在只剩下我了。现在你还有娘吗？还有未婚妻吗？现在回去了也没有用。怎么能那么轻易的说出那样的话？我一直在忍耐，想着只要我努力，父亲总有一天会改变。我凭着这个信念活到了现在。哎，这没福气的家伙，看起来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真是糟糕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药水又让人为了找，也不能放着那状态不管。毕竟看他三年了，我知道要。怎么了？这么快我要疯了！就这么一瞬间，怎么样？嘿嘿嘿，有立刻感。什么事吗？又见到里奥了吗？哎呦，竟然是药水，真是欠了一个大人情。我正好为了妖魔的问题在头痛着呢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你好像有话要对我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
这样啊，让里奥回故乡，虽然我不会劝阻，但结果会怎样谁都不知道。难怪我觉得自己得一个人回去。我们去拯救被遗弃在都达马拉部落的人们吗？不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想当初是他们不听劝告的。要不要公诸于世，请随意。反正会感到遗憾的人又不是我。啊，是您来了。我吗？我已经没事了。给了我一些时间后，思绪都整理好了，我决定不回故乡了。你问是不是因为父亲的缘故，并不是，反正回去了还不是一样。现在也没有理由回去村庄了，已经没有半个人会欢迎我了。至于父亲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不想再提起了。我只想暂时休息一下，唉，所以最后可以麻烦你将一个东西转交给凯撒大人吗？有需要追加缴交的物品，只是有点自责。东西我已经保管在那一堆箱子那边了。这些东西啊，只是随意制作的，因为什么都不做心情会很杂乱，而且刚好也得到了一些药水材料。那个附在药水旁边的信也麻烦一起送过去。不过现在真的没事了，因为我必须得没事。一切都毁坏之后，反而让我变得心平气和了。请帮我向瓦尔迪兹大哥问安，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大家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事情不顺利？勇敢药水与一封信啊，让我看看。哦，这样啊，果然如此。喂，你不好奇信的内容吗？我可以特别允许你看一下，毕竟这段时间你也够辛苦了，不是吗？这算是一种犒赏吧。追加制作了一些勇敢药水送过去，毁掉一切之后，制作药水的必要材料终于得手了。其实老早就知道了勇敢药水的必要材料，但为了省点钱，所以假装没看到。不过现在也不需要这样了，因为钱也好，良心也好，都变得不再重要了。真有趣，太有趣了。不用多久就可以开始栽培接班人了。我们算是共同分享这封信的伙伴，就当作是纪念，收下这个吧。这是我的接班人第一次制作的勇敢药水，想要逃离现实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来妖魔森林，因为我很欣赏你。慢走啊，有缘再见。全部都是因为你。
变成这样的。结束了，全部都。欢迎啊，里奥呢？里奥过得好吗？哦，什么？真是糟糕！里奥到底为什么？在那之前，凯撒到底做了什么？真是乱七八糟啊！只好由我亲自出马来搞清楚状况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了，真的很感谢。虽然微不足道，但这是我一番心意，收下吧。慢走，有缘再见。父亲，臭小子，混账东西，抛弃父亲还睡得着觉？父亲，我错了，我错。父亲。我们回村庄吧，我都快忘记碧缇的脸了，好想她，父亲，拜托。开什么玩笑，你知道勇敢药水多贵吗？幸亏待在这里，至少还能免费喝到混合杂质的药水。休想回去，我生你养你，你要好好报答我。哎呦，这个自私的老人家，都不觉得你儿子很可怜吗？他的未婚妻不也病死了？所以拜托回去吧。我这嘴又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偷看了信件，不行吗？什么？碧缇死了？哇哈哈哈哈！好，太好了，现在终于不用再回到村庄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了。现在你还有娘吗？还有未婚妻吗？现在回去了也没有任何人欢迎你，就终生抚养我来度过余生吧。怎么能那么轻易的说出那样的话？等我一下，请给我一点时间。这没福气的家伙，看起来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真是糟糕，都忘了您也在呀！这时机真是太巧合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阿图巴妖魔最近入侵了大花草的田地，把制作完成的药水全部偷走了。药水有让人兴奋的作用，要是妖魔以兴奋的状态攻打过来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了找回失去的药水，正好准备离开岗位时，又碰到不能把里奥这家伙放着不管的情况，也不能放着那状态不管，由我来安抚那个家伙。而这毕竟看他三年了，我更加了解他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又见到里奥了吗？哎呦，竟然是药水，真是欠了一个大人情。我正好为了妖魔的问题在头痛着呢。话说回来，你好像有话要对我说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啊，让里奥回故乡，虽然我不会劝阻，但结果会怎样，谁都不知道。
难怪我觉得自己得一个人回去。话说回来，是要我们去拯救和遗弃的都达玛。是您来了，我吗？我已经没事了。给了我一些时间后，思绪都整理好了。我决定不回故乡了。反正就算我回去，那里也没有欢迎我的人。我的未婚妻碧缇，她曾是我人生的全部。不仅填补了因受不了父亲施暴而选择轻生的母亲造成的空缺，把本想跟随母亲而去的我拦下的只有他一个人。这样的他，只要一想到他已经不在人世，就喂，拿药过来，快拿药水过来。哎呀，这老人又开始了，你想再被丢到丛林吗？虽然有点不知分寸，但可以帮我转告凯撒大人，我不回去吗？拜托了，能搞定我父亲的人只有我一人，讨厌也好，怨恨也好，还能怎么样呢？我的身边现在只剩下父亲而已。看你一副丧家犬的样子，事情没有如愿是吧？话说回来，我以为可以培养接班人的，真是可惜了，竟然到最后都不愿抛下道德心的，可惜，真可惜啊。看来你要离开了，收下他吧。这是在这里制造的勇敢药水，总是该答谢一下这段时间的辛劳，不是吗？想要逃离现实的话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手段了。